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A Diary。 九月份呢，我们刚结束了自己印的市集，在钱包封印了一个月之后，终于可以购买新品了。这次就跟着 YA 一起去，我只在乎你。好，那我们就跟先前一样呢，预先规划好路线还有清单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的花费还有购买回来的产品都非常让人满意，就开始我们的冬令进补吧。排了一个小时之后，还在一楼。我购买的品牌是 Sonia。 其实呢，我本来看上的是它另外一款同样是水彩笔触但是没有文字的款，结果突然看到这一款搭配起来很时尚的水彩和文字呢。如果呢你在拼贴的时候没有灵感啊，那这一款直接打底贴上去，潮流的态度就出来了。我们态度很重要，态度要做出来。那它的材质是有和纸和 PET 的，这一回我是购买比较柔和一点的和纸材质。下次大家就要跟着我们一起潮流做起卡片来。再来是第二摊 Lady F 的作品。那其实我原先规划呢是想要买它的那个小镇建筑的纸胶带，那随便一拉啊，就直接贴上去就非常漂亮了。我们真的很受不了漂亮的酷东西。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到现场据说它已经绝版了。我觉得很绝望，我觉得你要立刻赶上回家。没有办法，我对于那一款纸胶带的绝版呢感到尊重，但我其实个人非常的痛心，所以呢，我就立刻打包了它的转印贴纸回来。你看这一种贴纸，它如果是纸胶带的话，多么的完美。但我觉得这一款也是可以抚慰你受伤心灵。选完了这一款贴纸之后，往旁边一看，不得了，这个可爱的印章。这种画风线条非常细腻的欧洲建筑小房子，上面还搭配了月亮和繁星点点，看起来非常的有气质。它如果全部沾印泥啊，可以带出夜晚的气氛，那如果月亮不要沾印泥，还可以假装是白天。什么？有这种操作吗？我一直在想说很想购买一些古风符合我个人喜好的纸胶带，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呢，曼殊沙华就出现了。毛笔的字体啊，搭配泼墨，它看起来就很豪迈，而且它还可以为你添加一池的气质。那我原本呢，其实只拿了这一款晴庚，因为它是亮彩色系，我看到彩色啊就很难忍住。但设计师啊，他说法很有逻辑，也非常的合理。他说有的时候啊，拼贴主角是单色的，那你会需要晴庚来点缀。但如果今天的主角色彩很丰富的话，你使用的墨点和文字就会是需要雨读，是不是非常的合理？不过我个人认为，就是大家真的买什么买什么，觉得非常的值回票价，完全不后悔。他们今年的冬季新品呢，还有一项叫做雨过天青。
它一样是书法字，但是这种蒙上一点灰色的蓝，美到很有气质。我现在呢，就只差一卷那种汉服美少女的作品啊，就可以直接做出古风的拼贴了。Almost 可以来一套拼贴了。那如果您知道有哪一些是古风啊，穿汉服的那种美少女纸胶带啊，也欢迎推荐。第四个品牌我们来看到的是 JAB Design， 我们购买的这一款叫做宇宙之弦，是这一次市集登场的新品。大家来开箱看一下，抱歉，有点久，我换配音，好急，等一下。它的设计元素非常的强大，有我喜欢的乐器，我喜欢的音符，我喜欢的彩色，还有我喜欢的宇宙星空元素。你喜欢的都在这里，跟着我一起甩发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那我在现场呢看到它的图鉴啊，真的是爱不释手，实在太漂亮了。买到啊就有一种幸福感，而且它现场还有送这一种文字的小贴纸。其实啊，这样子搭配起来，或是这样子搭配，就可以拼贴出很有 sense 的卡片。这是很多可以立刻上手的一些拼贴的搭配耶，找时间配起来啊。下一个摊位我们来看到的商品是小兔星光，是我最喜欢的兔子搭配星座的组合，旁边还有浮雕感的烫金星星，很烧，太烧了。那像这样子梦幻可爱又华丽的大组合，我们选择的是 PET 材质。最后一个品牌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一卷北极熊的呐喊，为什么我家冷气越来越不冷，嫌冷气不够冷的北极熊啊，很像是我们夏天的心情写照。但我觉得大家比较注意的其实是，就是提醒彼此要注意环境保护，不要浪费资源。那我从官网上面看到呢，它有部分的作品啊算是义卖品啊，会捐出20%给流浪动物，我觉得很有爱心，也欢迎大家的支持。动算动算。那我们还购买了两张明信片，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幽灵的小猫，很可爱。嗯，它是招财猫的小小。哎、欸，幽灵后面三只超像。对啊，超可爱的、啊。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满额活动抽奖，我抽到的是 Y 的工作室的动物贴纸。嗯，这是我出的贴纸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很可爱吧，它都活灵活现的，只要消费满额就可以抽奖，抽到不同的设计师他们的作品。那这一回的我只在乎你一共是2天起的活动，我是第一天上午就立刻去排队。其实听说你排队就花了一个半小时，大家有约到我真是怕爆了。因为这场活动它场地比较小，品牌也很多，所以在一楼排队排完之后，上楼之后还要再排队等一下下。但整体来说，你该买的喜欢的品牌都买到了，还是很爽爽的。我觉得是还不错的活动，那也希望主办方加油，再把规模做更大一点。我买的是，那我要开始吗？哦，你不开始也可以、啊。为什么拿不出来？我觉得，我先睡一下。那以上就是我们在10月份的节制开销。我们不能把钱钱都丢在同一个酷市集里面。那也期待年底还会有其他市集，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follow 新品，一起玩手作。在这里也预告 YA 频道11月会有一次 special 的影片，期待起来。那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